最近这不是新版本更新了吗？老版本的狼也被改成了狐狸啊！这个时候就有小伙伴要问了，是新版本的狐狸厉害呢，还是老版本的狼厉害呢？那既然问到我了，我今天就来一个挑战，100只狐狸大战100只狼，看看谁才是今天的人生赢家。比赛一开始，双方就分别分成了两个队伍，可能是怕一会儿位置太小影响出手。不过看这边的情况，两边现在应该是势均力敌呀。但是打成这样也是有道理的，毕竟他们是一个东西，只是两个人皮肤不同罢了，实力不能相差的太多，要不然那玩家能同意吗？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，战斗已经来到了白热化，场上到底是谁人多呢？我也看不出来。不过有一点我能确定，这狐狸和狼都挺坏的啊，明明是一场团战，硬生生打成围殴了。你瞅瞅这落单的狐狸多惨，毛都快被狼薅没了，我都不忍心看下去了。最后这狐狸终于也是饮恨西北了。这个时候我再一回头，妈的，他们都打完了。到最后啊，我都不知道这狐狸是怎么输的。不过从这场战斗也可以看出来啊，狼的战斗力还是比狐狸要强的。你们还想看谁呢？点个赞，我们下期继续。